季的税后乘益是40.71亿元，季增高达了141%，是三合一以来的最好表现。法人认为呢，第三季面板产业景气虽然杂音不断，但是群创第三季本业渴望维持获利，而且因为财务状况逐渐改善了，预估群创应该会在第四季初就可以达到解除债务协商的目标。